德风雨无阻博马道。中国的教育，大家好，感谢咱中国的教育对我罗世雄王水业教的认同。1902年，伫屏风宫用108只联合文教队拍卖，聘请咱五洲社长重出江湖。第一场拍卖1000万的专属拢捐予咱屏风宫做建庙基金。伫1906年办一第二场的拍卖，108文教。拍卖起来的金额，咱拿一半，予屏风宫做基金。而且特别感谢咱五洲团队帮忙，予咱屏风宫会当来顺利完成这两场的拍卖。中国的教育也真认同、真支持这两场端省的教育所买到的文教，为用了真好，真济拢有当来回馈。我伫这特别要来感谢，谢谢。今日五洲社长看我有去伫五洲杂志庆祝创刊19周年，迎接20周年，邀请我也出36只的鸟要做两场的拍卖。第一场是我2017年冬季本来要挂去冠城参赛，因为我的合作对象拄啊脚受伤，无法度爬楼梯，所以我总无法度参赛，才来放弃。社长一直要求讲，我这21只的鸟一定拢爱抓出来拍卖，分享予全国的鸟友，予大家去发挥。我大概甲全国的鸟友介绍一下，因为我这21只拢是我本社的记录甲，1-2只是有到着进口鸟，因为我就是讲冬季足歹飞，需要飞久，所以我有加入澳洲、巴塞隆纳、东古里的鸟啊。内底应该有4只，所以中国的教育，恁若有要增加耐力，会使参考。有5-6只是阮同齐高清级的鸟捉出的，但是因为这是联合，社长要求讲一定要全部抓出来，袂使留。即间这无法度抓起来，所以讲头壳袂疼的，也是爱互教育分享。全国的教育大家嘛了解，阮同齐高清级伊的鸟对我是无留嘴的，所以讲对阮同齐哦高清级较歹势，因为这是我甲阮同齐大家结缘的。所以讲哦，这是一个机会，为要饲阮同齐高清级的鸟，一个足好的机会。以后就对无这个机会，讲去抓这个鸟出来。一个特别爱我挑选15只，伫第二场拍卖，这15只的粉鸟拢是经过我挑选过的，虽然是有1-6的、1-7的，但是我甲全国的鸟友保证，这些鸟啊是完全拢无作出过，大家鸟友会当参考，这内底足济拢是会当做足好的精鸟。注意，我挑选这15只是我本社作同样的鸟啊，尤其内底啊作一只拢是壮树歌戏，甲我的桑杰树，伫我本社遮拢非常发挥的。这36只的粉鸟，我都大概甲大家介绍到遮详细，恁会当看系统书，啊甲看五洲因的影片。咱全国的鸟友有时间来本社访茶，我绝对作热烈的欢迎，谢谢各位。
定社长的要求，讲我所用的药物爱来分享大家教育。首先，咱来介绍海翔坊陈龙义的好朋友，我有所用伊的产品，第一项是消鸡炭。消鸡炭我是伫请教，平常时饲饱有在用红砖啊、甲红土，对哦，这个时阵我拢会加一寡消鸡炭，效果袂歹。比赛之后，早时啊，若食饱，出去空中涂，有在用红砖啊、甲红土的时阵，我拢会加减啊加寡消鸡炭，对消化帮助真好。第二项，楚歌丸，楚歌丸这项物件，我长期用到了五六冬啊。这项物件我几乎无咧动的，我拢伫鸟囝挂款了后，一礼拜我拢差好甲擦三粒，鸟仔囝放个鸟屎，逐粒都足水，拢挺好用呢。所以这项物件，我会当来推荐予全国的鸟友分享。第三就是简称一加一日本的活菌甲酵素，即边我长期拢伫比赛鸟出毒，伫大怪开始一礼拜拢着泡一遍来食。甲开始伫大草我来拢食一遍尔，但是开始海上训练的时阵，到比赛煞我一礼拜着拢泡了两遍，我拢大概用伫拜一甲拜四泡一加一活菌甲酵素，即项物件非常的好用。我所有的合作毒、毒都有在用，这项物件过当道吼，非常的好。麦德士赛格专科医院郭哲龙郭医师，我长期有用伊的产品。第一项精华锭，每季鸟仔作出，包括抽奖比赛，我伫挂款了后，每工拢一定甲擦一粒，鸟仔起来足健康，放个屎有够水的。这支精华锭是我长期鸟仔一定使用的。若体质较歹的精鸟要倒嘴进前，我那拢会加补充营养品，就是拢擦一支精华锭。第二项就是适合伊，我俗称四药啊，伊主要是伫毛滴。鞭毛虫、球虫、甲霉菌菌的感染，我大部分咧用的时间，拢伫蒸鸟要倒队一个月前，我就是用粉的，不管要倒队无倒队，我就是归队总整理。啊，若大有歌王一号、二号要补助，上好用就是伫倒队的当中，你若第二粒能生落，伫第五天甲第七天，一天甲一粒，差不多两天就会使。放起鸟屎真正互你惊到，我咧开玩笑讲，啊，才有走鸡仔去吧，像鸡屎啊。放起来足水，鸟仔仔饲起来足好。我大概拢伫鸟仔仔挂完十五天，无新我无就掠走啊。刚诶利用因暗时，我会搁起哩到擦一粒，放起来鸟仔仔腌起来汤味指数拢非常的少。所以这支四号啊是我长期在使用。这支四号啊，我约会约甲讲长会。第三项强力消化活菌，我大概在使用拢伫训练拄着背较久诶时间，当来我就会甲使用。尤其是落海啊，当来消化开始在延迟，这支消化。保健足好用，所以讲我嘛不藏私啊。我所用的药物，先做来介绍咱全国的鸟友，大家来分享。这是2017年3.15 QE4，这只就是甲麻豆中心即间入山顶的QE3的干部。这只鸟仔平常时在训练，佫比迄只QE3佫较优秀。阮教练一直叫我毋通掠出来，伊讲这只掠出来真正足唔甘，我嘛无想要掠出来，是社长一直甲我强调。啊，你这只鸟你是留遐坐要创啥？叫我一无论何一定爱掠出来，含鸟友分享。这只鸟真正讲的，是我上唔甘的一只鸟仔。甲竟然社长要求，所以讲我忍痛割爱啊！这只十字砍出来，北部有一个鸟友讲，咱这个富士第二支哦，托安呢，伊讲伊肚内两只黄金金毛，嘛是拢这个富士第二支拢托上安呢。伊咧甲我问讲，迄有特别特征，我讲无咧，我无咧注意。老爸就是2012年1.75/7.5，是我药性的100%装束歌系，本身作出的地主3.5613高阳创造者，2015年下季三冠综合16顶，全会残存26只，这只三冠综合十六
顶，后来作出2017年177三空六高阳创造者春季五冠综合特顶，伊阁作出一只268610高阳创造者2017年下季五冠综合十二顶，所以讲175、775这只本身作出伊个颈棍，阁作出嘞，拢阁水果金，所以讲这条条遗传能力有够强。175、775伊个兄弟姊妹，我独来有十几只，非常个发挥，因为这个系统书我都写济，所以我掠几只代表性个写尔。三米五九一四，宝平2010年2433-1，这只本身是台南新疆营联合会春季四冠综合五顶，专会到6只。伊个大字就是5266515，这只我号做千金小姐。这只是高雄中正2007年单季五冠综合冠军。宝平这边是白蚁杀手到三杰树，白蚁杀手这领鸟伫北海老宝平也非常个发挥，老白平也非常个发挥。尤其这只来讲，3736-5本身就是做2009年9943-7，我号做北海观音，这只是咱宜兰罗东北海联名春季杯综合冠军。伊第二关全宜兰关超速第二只19分钟，第三关落后过大乌王，过来超速全会29分钟。我这两天啊去，咱宜兰的鸟友还搁咧怀念这只鸟，所以咱北海鸟友会当考虑这只鸟，绝对有迄个价，通去做超级进宝。咱社长特别推荐，特别叫我爱抓出来，因为吼、干部这只913飞山顶了哦，伊来问讲啊，干部到飞回来讲有。抓了后，看伊讲，还佫出双帽，这只佫较水，这只袂使流，一定爱抓出来。所以这只真正是轮放可爱。这只16092-498用型的鸟母，这只老爸本身是咱进口的泰勒米威甲社所作出的纪录鸽，是荷兰 NPO 14723只飞亚军，佮10767只飞白。佫一罐8625只飞三白，所以这只本身有三座足好的记录，鸟只数拢足济。我要当下咧加强速度的升起来。我第一届就先做出一只伫汝2015年南台湾冬季杯综合七顶，所以讲498的老爸头一届做出就入奖，我相信应该是一只非常好的金刚。这只我继续在做出498的宝瓶，2011年6/1/276，这只是我玉证老家做证的498的外。祖父03年2666-707是万不浪的鸟底，本身伊的侄女2006年2111-949台南麻豆大勇分会春季四冠综合冠军，全会95只。伊的侄孙女2012年8/7/356台南冠城联合会冬季四冠综合三顶，这只四冠综合三顶过来作出2015年4/3/9/2020高雄创造者冬季五冠杯综合冠军，佮全准总冠军。这只全准总冠军过来作出2017年2686-610，过来背出创造者下季五冠综合十二顶，过又一只代表伫孙女2015年7/1/1/2011，这只分母伫宜兰罗东全运分会单季背五冠综合四顶，全会到25只。这领鸟伫南海、北海拢非常的发挥，尤其北海哦，有一个鸟友用这领鸟用足好，已经过来甲我补两三遍的鸟啊，就是拢指定要补这领的鸟。498的外祖母本身是2000年108593，本身是咱曾水墩前辈甲我结缘的鸟，这只伊号做海东女，有介伊熟悉的人嘛了解，伊的号海鱼背就是上关台的一只鸟母。这只鸟母本身有作出一只特注，2004年333-010，伫高雄主管联合会春季综合四顶，全会到20只，这只领全会上车奖金，要甲大家特别推荐，就是讲这只鸟保平这头南海甲北海拢作花蕊，这只029498推荐予咱全国的鸟友，这只鸟会当做超级鸟母，尤其这只搁刺龟，刺了真水，本身整个的体态拢非常的好。这是16年03051，这是属于小型的人工，
这只算较幼骨。我以前的老爸，2011年887/37日，本身入属高阳大冈山联合会下辈五官综合阿君，伊的签名5955-542高阳林门中正分会2013年春季五官综合七等。这只517，伊的内祖父2011年6/21/26/7，伊的兄弟姊妹群伫我这法律有够济，这领教而且是相当法律，无法度全部记录拢写恁，因为系统书有限，我拢写一寡代表性的吼。0305/517，伊的内祖母是2010年3/08/54，伊的内曾祖母本身就是阴德冠军到阴德阿君到一只山顶的，所以讲1×2×3，内曾祖母就是咱曾水晶前辈家里冠军的这条0305近亲做出的，所以这只甘平会当讲100%是庄叔哥氏。这517的老母本身是比利时的鸟，2010年6/35/8/00，这只是100%当家号0305。伊嘅外祖父就是2005年6/30/6/29/2，一只班工是2010年马赛国际冠军，本身是邦家号第五代。0305/517，外祖母是比利时的卡管，是2005年6/05/1/6/57，本身是邦家号第四代。所以讲，这只517老母是宇宙无敌，这只马赛国际冠军第五代到第四代，这只517老母伊干部有出动量，2016年春季五冠八综合11，还佫一只137，两只八五冠，伊佫一只同父异母哥，佫来作出2013年8/25/7/7/2，是高阳家庭分会春季五冠综合冠军，全部到两只。这只517老母是当时2010年马赛国际冠军发表了后，我叫赫伯特因囝叫徐贵本土，拄我采两只囝才15天，我当时就随甲决定来啊。眼前进放假后，伫我肚内底用也袂歹，我后三粒卵，甲我菲律宾一个教友陈建林蜜度阿咪结缘，伊伫菲律宾三只鸟所做的囝，三只中发类，所以这两只伫咱那以台中的教友要比南海的下贵，我相信非常好的发类，大家都知影伊菲律宾。属于较热，伊阁飞500-600公里，所以讲，若咱中部的鸟友要飞南海，我相信这条鸟啊会正适当，当着咱台中的鸟友会当考虑这只鸟，会当参考看卖。这只2017/138/006为小型的鸟母，这只老爸2010年2/43/31/0，伫我遮有比，伊资格赛两抓拢发前信，比第一关甲第三关阁发前信，等于到第四关全部到6只，伊失格了才到。但是伊伫资格赛甲比赛当中，一只鸟啊，而且等于6次来讲有发4次前信，你就知这鸟的速度非常的好。006的来讲，2010年8/7/2/3/0/9是新年第一年也袂当季。中华冠军，伊个内码就是2007年5/26/6/5/1高阳两正联合会当季五冠中华冠军，这只就千金小姐。138/006，这只的老爸等于是集两只冠军的花在身上，各作冠台。006的老母病是2011年6/21/18/7，这只是无比赛，这只药证的。伊的地主2014年4/06/6/0，上咱麻豆中英联合会下季四冠综合12等。这只外祖父是2008年2/04/9/8/1。我甲大家全国鸟友介绍一下，这只鸟就是考布曼本人来我家两遍。我拢想要甲掠这只鸟回去，伊有讲，这只鸟若去予掠回去，南非太阳城伊就找无得手啊。伊认定这只鸟是热天的季风，是非常好的一只鸟公。这只就是我用英皇冠军的嫡子到英皇冠军的嫡女，算讲英皇冠军的近亲做出的。006的外祖母2005年3/98/9/88，是我独来的超级精母，就是开机原作0/1/2/2/3。这只开机原作到老母做出来，这只006老爸老母病，这是拢我独来上关台的，佮上好的精鸟所遗传落来。这只鸟母非常关台，佮非常好一只精母。所以这只呢，社长特别替我甲大家推荐，这只会当做黄金精母。啊，我是感觉讲这只鸟。可以当做超级总理。
这只龙骨有够巴甜，骨架有够硬。多多收作了足水的，今仔个大半个有力。这只鸟虽然是小型来讲，但是伊的骨架甲肉质，伊的弹度拢非常的好。这只整个的结果，以我的角度，我是找到缺点的。这是2016年532304属于中型的鸟公，老爸2009年8009055，伊的大兄2008年28696新中型下季五冠状元亚军，全会94只，伊的大姊2009年76703055新中型春季状元4等，即款是东北季风7级风，全会到93只，状元4等，一只直女过来作出2013年06948冠型春季5冠违规。三孔树本身这只的老爸作出一只直女，2013年5809405后冲单季5冠状元19等。三孔树的内祖父就是年轻309，新长卵07年春季状元5等，状元9等，全会拄啊加我到2只左右以上哦，爸妈有18磅，我刚摕70几磅的奖金。年轻309，老爸大赢三孔九冠军，等于开机原作的直主。所有的上帝树就是大英三孔九这只，伊的子群只能落来上好率的一条。三孔树伊的内祖母5203011新长卵02当季的3冠综合亚军，要特别来介绍三孔树的内曾祖母2005年398400伊干部3999出2007年526251中正当阿季5冠综合冠军千金小姐398400甲398399就是这只开机原作到英皇冠军的地主，是我本土迄只超级精武出足地冠军的，这两只伫我遮。相当的法律，三孔树的老母12年91997是100%的放假号，这只放假号宇宙无敌，等来抽近亲的。三孔树外祖父比利时的卡冠，2010年6358199作出，2016年789376甲789375，这两只是当量拢过过5冠，789376春季5冠综合在顶。外祖母就是比利时的卡冠，2011年6289700孔树翻白身。就是那孟家宇宙无敌的祖囝，这只外曾祖母伫路佫作出2013年825772家庭分会春季5冠综合冠军，全会到2只，嘛是东北季风7级风家庭冠军，佫来作出后续16年春季5冠综合8等，所以532304会当甲咱中部鸟友推荐，这两只伫咧背后热佫长距离非常的好。因为我有照这个组合近亲作村，有送菲律宾3粒卵，出3只鸟，3只做出来子群总发挥。我相信咱中部鸟友若来放下季南海，应该会真好。那对，咱中部鸟友会使参考看卖。这只是532316中型的鸟公，老爸2012年887371大冈山下季5冠综合亚军，全会达到64只。伊的小妹2013年595542林恒中正分会春季5冠综合7等，全会到13只。内祖父2011年621267兄弟姊妹，伫我遮是相同法律的一连鸟，会当甲鸟推荐。这只内祖母是我特别了解做证的，人一到人二，这个到三顶，等于人一成人二，都到只三顶的，这是庄树歌戏。内曾祖母就是庄树歌戏家里冠军603的直女做出的。316老母病2014年500071体会社，就是桑杰树第5代大姊到小弟近亲作出的。这只外祖父2007年827309，我读了这年轻309新娘新中型春季综合5等，当时是东北季风7级风，伊的堂弟归综合到专会跟我到2只，2只起的放马18磅。这只代表的直主2008年286906新娘新
中元康八年夏季，我军中华阿军全队九十四只，伊的侄女二零零九年七六七三零五新营新中元春季综合四等，全队九十三只，即款嘛是东北之勇。这个王，这只综合四等，伊的祖囝佫作出二零一三年零六九四八八台南冠城五冠唯一归还。三一六外祖母二零零五年五一五六六九高峰联合会单季五冠综合四等，这综合四等再来作出一路二零零九年九九四三零七宜兰罗东北海联名春季综合冠军，这只我获得北海冠军，伫宜兰非常的轰动。接到进我去宜兰，还佫有交友在怀念。这只伫第二冠突破全宜兰第二只十九分钟，第三冠罗大虎佫兼大王全会突破二十九分钟，会场报道的时阵，规身躯的水搁多滴，啊有教育讲哦，我即阵着先照无太即天会倒来，所以讲我到迄个灵感甲合作北海观音。三一六外祖母都有代表的主，二零零六年二一七七一五新顺利联合会春季五冠综合四等，干部的下一步二零零六六七二九一五九一六，再来背出百强单季五冠杯综合九甲杯综合十三，两只干部的总教全会到二十只。所以讲，上届四季联合奖对我独来是非常发挥的一年奖，而且春夏冬南海北海都会飞。所以讲，这只我甲大胆甲咱全国的鸟友推荐，这只鸟绝对收藏的一只好的金刚。这只二六二二九零属于中型的鸟公鸟啊，加当地。这只伊的老爸是毕宝啊，赢得冠军之年邱锦清的。这只的内祖是二零零七年二二七五零，本身是赢得冠军到左镜到银一到银二的一只鸟儿出出来，等于妇女配。这只二九零的内祖母本身阁是人一到人二的。所以这只是人一到人二非常关台的一只鸟啊，这只内祖母我伫只育种二十几只，进有十几只发蕊，所以这灵鸟伫我独来是相当发蕊的一灵鸟。这只毛衫哦，搁了咧搁像羊啊布绵绵，足水的。二六二二九零，这只的老母二零一零年二九三九零年做出入选二零一三年冰冻冰凉五冠综合四等。二六二二九零，诶，老母，伊个大兄二零零八年八二五六二四级上咱高雄中正智慧综合四等，伊个大兄搁一只二零零九年八八零三零五，搁来入上咱原来东贵北海五冠综合十等，所以这两个奖伫南海、北海拢会飞，尤其搁来特别介绍二六二二九零，这只个内祖母，伊个侄女伫咱罗东一个小友乡，安那正发挥，啊，飞综合二、综合七、搁综合十。尤其这次在咱宜兰冠军会东阿贝五冠搁陪庄阿仔顶的，而且甲祝福这个鸟友。这只鸟啊，手感非常好，骨架足硬，伊的身啊足长长，是骨骼硬，伊的切龙盘嘛真水。作谱作序的，多多收缩了真水，后收缩了足水，足到达，更啊个个粗个用，制作团队嘛非常好，那相当好的一只金刚。
只2012年577114中型的鸟工，老爸是我育种的114的内祖父，2005年633715，要甲大家特别强调，是我同事郭清吉送予陈世伯，稻穗作出2007年南海东区专船阿军，我只南海勇士陪总冠军，这只作出的囝就陪阿军内祖母，2005年398988是囝到老母特别留给做证的，是我的三叔的开机原作。1998年016263新营大兴春季综合山顶专会到八只鸟，内曾祖母是开机原作的老母，577114，伊的老爸就是我甲陈世伯教育掠来求证，作出2011年667112新中营下季五冠综合山顶干部这只鸟母二四空九九四，作出2014年5000386加封春季五冠综合高顶专会99只，二四空995的阿伯就是我独来上发挥的一只鸟，2004年373605囝群发挥有够多，我大概伫只甲鸟介绍作出2009年993007北海观音罗东北海联盟春季综合冠军专会到21只，伫第二关的时阵庄宜兰关单关冠军超速12只19分钟，第三关落雨搁打乌龙搁超速宜兰关第二只29分钟，到正我去宜兰的鸟搁作怀念这只，讲这只真正是神鸟，所以讲我大家就做北海观音艺术老二饼2015185500是桑杰树告白的杀手，用囝到老二111怪祖父2009年763303伊干部767304，两只鸟我拢送给台南一个好朋友王俊杰，303作出的价值第一已经发挥到第四代，伊开玩笑在讲奖金也超过3亿了，这只鸟是非常发挥的一只鸟，111的怪祖母就是这只767303的老二，所以讲这只我搁家掠转来到老母带来抽这只111的老母，这只外祖母2008年286911就是千金小姐的前面，千金小姐就是高阳中正07年当季五冠综合冠军，佮伊一只前面2010年243311金长龙春季综合五顶专会到6只综合五顶，作出2017年花刀中心当季综合三顶767303入奖的佳句，请咱全部鸟友来当参考五洲赛鸽232期295页，咱就当看出伊的子孙的记录，伊入奖的是足多，是拢写伊较好顶名，写出来哦，大家鸟友分享。这只2017262291中型的鸟母，这只的老爸616835，这只是我近亲留给做证的，这只的内祖父2007年2270，这只本身是赢得冠军到祖子留给做证的，内祖母也是赢得冠军到赢得阿君，所以这点就是咱人一人二做成的一只鸟工，咱内祖父伊的囝，因为发挥的记录上侪吼，我无法度一一介绍。我有大概抓两三只做代表吼。2012年15077的一只斑鸠作出，2013年755204冰冻濒临，2013年下季五冠综合四顶，伊个一只蜘蛛呢，过来作出2013年755222冰冻濒临的年会，2013年下季五冠综合22顶，这只。内祖母是我独来的超级精母，这只本身是赢得冠军到赢得亚军，伊的子群发挥足侪，这只的祖囝伫北海的宜兰飞出足好的成绩，即届冬季宜兰冠军的够有一只综合在顶，这两只伫南海、北海拢非常的发挥，这只的母病2010年293902，外祖父是2006年211940，本身是纪录家，满头大勇分花，春季四冠综合。七点，伊的地主2008年825624，高阳中正联合会综合四点，还有一只2009年880305，原来东区北海综合十点，这两只南海、北海拢正发挥，这只291的外祖母本身是100趴的考夫曼，2007年1207557考夫曼本土黄金总哥黄金。
印第科的植物，这只鸟是2007年，我甲华联的黄先生前辈去考古馆本土甲捡出来，我甲挑选的时阵才30几天尔，这只伫我独来入赏的超过10只，这只鸟伫南海、北海各无分季节，拢非常的好。后爸收缩了足水。用个足巴甜，这只鸟本身的结构毛衫足柔软，你睇吼，像迄种啊布安尼绵绵，手感有够好，滑啊够好，肚骨收缩了够足水，肩啊骨大半够有力，弹性够好，肌肉弹度也袂歹。这是2016年6/8/6/1/0属于中型的鸟母。咱今仔袂讲系统哦，即只鸟眼前哦是找无缺点的一只金母啦。哦，即只手感非常的好，毛衫绵绵。咱广州社长特别叫我甲大家推荐，即只鸟母是非常好的一只鸟母。咱卖看伊的系统，甲鸟母抓到你就足爽快。伊的老爸2010年1987就是注意啊近亲落来，这个囝群发挥相当的多。伊有一只植物2013年5/5/6/7/8屏东家风春季综合14顶，全类到25只。后来伊的植株2014年7/1/7/6/3/0高阳新兴联合会2014年夏季5冠综合10顶，佮伊一只植物2015年2/1/4/9/8满头中英冬季综合12顶，全类到14只6/8/6/1/0。伊的老爸大兄1987年作出2015年4/3/2/2/0高阳创造者冬季5冠综合冠军，佮全纯总冠军。伊的小弟2011年6/2/9/1/0佮来作出2012年8/7/6/0屏东家风春季综合冠军，佮作出2017年高阳创造者春夏季综合13顶。佮一只前面2010年2/9/8/9/0本身是甲2/9/8/7/0这只出专船黄金，这只是干部鸟，这只第一届作出就作出2011年7/5/6/1/1屏东家风冬季综合3顶，这只的老白屏啦，伫我遮是非常的发挥，我都有抽12只，都6公6母，我也合作12生肖。6/1/0的母病本身是张杰树近亲高顺道的，这只老母是2012年9/1/0/9/9/6作出植物7/1/7/6/0/9高阳新荫2014年夏季5冠综合12顶。这只鸟肝病就是张瑞生前辈伊的树姨啊近亲，母病呢就是我张杰树高顺道，等于第4代到第3代，这只张杰树年轻309，现伫我遮的子群相当的发挥。我希望哦，全国的鸟友会当好好欣赏。这只以我的角度，这只鸟要找无缺点。五洲的社长也特别甲我提醒，讲这只鸟，啊，甲大家鸟友推荐，这只鸟要伊非常的介意，哦，这个龙非常的水，肚骨前叉阁真厚，啊，后收了真水，肩啊骨阁大半了有力，后爬足巴甜，肌肉的弹度阁非常的好。这是2012/1999成为中型的鸟工，老爸2012年9/5/8/1/2石巴拉工，内祖父是2005年5/7/9/0/1/9，原来我无比老爸做证的一只金工，作出2009年1/3/5/6/2/4下赢分花，冬季5冠违规犯，烟花9:30落地，带优价1分3秒，还有一只买件植物，我系统书无写着。2014年新兴下季5冠综合12顶，2012/1999内祖父伊的小弟2010年1/5/8/2/0高阳霸强冬季5冠综合6顶，第5冠带高两只做伙到，超速第3只鸟18分钟，这只综合6顶。第一届作春就来入2011年7/5/6/1/2屏东家风冬。
南桂、中学山顶、七关、搁东北季风、七级风，这两只我旅游够多，因为系当初我无多写到足详细，所以我掠几只做代表。2622999因的祖母本身是我属于啊近亲育种的，这两只我做12只，我出6只减6只无，所以我把号做12生肖。伫我都来非常的发挥，伊个搁一只小弟落出2012年北港766同屏东嘉丰2013年春季综合冠军，那是搁东北季风七级风，搁伊一只小弟2969因作出2015年四三二九二同高雄创造者南桂五冠综合冠军，搁全全总冠军。特别甲少介绍，就是第3冠就杯综合冠军，4冠搁综合冠军，5冠搁综合冠军，即只全全总冠军，虽作出2017年。2686101高雄创造者下季5冠综合12顶，这两个鸟在我这也相当发挥。2622999老母那是我育种的鸟母，伊的外祖母2007年2218055永丰冠军到布袋亚军，这只鸟那是咱庄瑞生前辈伊的臂包啊的子孙。庄瑞生前辈，我甲讲过，臂包啊，这两只的子子孙孙，伫台湾奖金领超过50亿啊！伊的外祖母2011年6212710，那是我育种的，这只我甲号做五大金刚，是安那甲会甲号做五大金刚？因为伊的老爸等于2999的外曾祖母，就是属于啊到数七七啦，诶，一只鸟干到海燕，海燕本身含属于数七七，拢是干爸母，伊的外曾祖母是5啊到臂包啊。所以讲，伊这只等于集庄瑞生前辈本队的老八祖、老八六的5只鸟啊在一身，所以我甲号做五大金刚。咱哪块的教育，不管要做南海、做北海，这只我相信会当出足地的好子孙。这只2016608616，老爸2011年6209100，伊的嫡子2012年8076600，屏东嘉丰春季综合冠军，一冠东北风七级风，全会到30只，佮做出一只嫡子17317，高雄创造者春季5冠综合13顶616，伊的老爸兄弟姊妹就是属于啊近亲作出的，我有出12只，老家做证，多6公6母各做12生。代表家己的前胸2969的作出2015年四三二九二零高雄创造者单季5冠综合冠军，阁是全全总冠军。干部的2969作出2011年754611，屏东嘉丰单季综合3顶，嘛是阁东北风七级风，全会到9只，领全会最高奖赏。伊的子孙入相足济，系当时无多遮济，所以讲掠几只做代表，特别要甲教育中。这只2969，不但是来作出创造者全全总冠军，我本身阁有到一只臂包啊近亲送菲律宾一个朋友，陈建英彼度送伊2粒卵甲肥块要出伊来捡转菲律宾，作出的2只鸟啊，一只作出菲律宾即届6冠赛综合冠军，一只作出6冠赛综合5顶。前几天啊，打卡电话来报喜，这两鸟在我这是相当的发挥，把鸟友拍一个入相的相过侪，我都全部拢写出来，掠几只做代表。6086116无变，是我上杰树高顺道的近亲，抽过做证的。616的外祖父就是年轻309。新芽新长龙春季的综合5顶，佮包括伊一只堂弟会综合9顶，全会到9只，加我到2只，所以2只起的爸妈就18磅，摕到72趴的奖金。年轻309，头一届作出到入奖2008年2869006新长龙下季综合亚军，全会到14只，佮作出一只直入2009年767305新长龙春季综合4顶，迄款嘛是东北风七级风。全会到13只，这只新长龙春季综合4顶，一只直女佫作出2013年冠胜联合会5冠违规完，所以讲我这两张地数是非常优秀的鸟啊。616的外祖母代表的嫡子2006年2177709，佮入选台南新顺里春季5冠综合6顶，这只综合6顶啊，佫作出一只桃园北海伫第5冠拄到沙尘暴，全会突破1点钟，这只因为时间久，我迄记录无留，所以讲卡关号码我就无当找。这两只伫南海甲北海拢非常的优秀，菲律宾的鸟友伫国外也非常的发挥。这只鸟母绝对有够资格做超级鸟母。
这只2017263708，这只鸟伫我遮呾本土的主力鸽。老爸2014年5000公是我老客做证的，这只的大只2007年5266651高雄中正东贵五冠综合冠军。大子2010年243311新营新中营春季综合五等，江溪2015年3563高雄创造者夏季综合16等，全会到26只。江溪又入一只2017年315913七季东季码头中营联合会三冠综合3等，全会到20只。这只高雄创造者夏季综合16等，随佫作出2017年177306创造者春季五冠综合16等，再来阁随作出2017年268610高雄创造者夏季五冠综合12等。所以这零鸟春夏冬季伫南海作发挥，属于白羽沙鼠。我头前有讲过，白羽沙鼠这零鸟伫北海也相当的发挥。有一个鸟友用到这尾了后，连续过来甲我补三遍，就是拢指定要爱有白羽沙鼠的会咩？这零是属于白羽沙鼠高三结束的。263708的老母病5000909，就是我年轻309分身到阿哥的高顺道的近亲。708的外祖父就是年轻309新中营春季综合5等，309的堂弟又入综合9等，全会到9只。我入上两只去的拄好有放满着18磅。年轻309第一届作出2008年286906，就是入上新长龙夏季综合亚军，全会到14只。过来又随作出入入2009年767305新中营春季综合4等，即关还阁拄着东北风7级风，全会到13只。综合4等，左囝阁来作出2013年06948台南冠城春季5冠违规犯，第5冠阁拄着东北风7级风。伊个外祖母2002年145309，代表的地主2006年217709，台南新顺利春季5冠综合6等。第孙女阁来入上2015年771211，宜兰罗东专营东季5冠综合4等。所以这两个鸟，老爸平这边白沙鼠高山结束，老母平这边当结束近亲，伫南海北海不分季节，春夏冬拢总会入奖，各拢作发挥。我相信这只鸟啊，看到的人是福气的。这两鸟等于是我三节树主力鸽的近亲，等于有三头拢卡着三节树。我啦，全国的鸟友推荐这只鸟会当做一只足优秀的精鸟。这只9204912老爸是桑杰树邱锦清，大姊到小弟内祖父年轻309新中营春季综合5等，伊个堂弟综合9等，全会到9只，刚我入2只，放马18磅，摕70几块奖金。年轻309业主2008年286906新中营夏季综合亚军，全会到14只。伊个侄女2009年767305新中营春季综合4等，全会到13只，佮东北季风7级风，所以讲即年春夏冬拢作发挥。新中营综合4等，一只直路作出2013年06948台南冠城春季5冠唯一归还。年轻309伫09年作出了后，一直拢无做出赛，抽剩起来用。所以我进都来即只会惊群有少30只，对应相当的发挥。即只的内祖母2005年515669高峰冬。5冠综合4等，这几只我出15只过，有十只过5冠，这几只饲了相当的好，也是全会领最高奖赏。伊的侄女呢，依然罗东北海联名春季综合冠军，这只我甲号做北海观音，伫第2冠全宜兰冠超速第2只19分钟，第3冠阁落大雨，天大风大作动，全会突破29分钟。掠去会场报道的时阵，规身躯的水阁多滴，这只高峰515669阁来作。出2006年217705新顺利春季5冠综合4等，伊的下一步2006年67291618
强单位综合九点，干部672915综合13点，专会到20只，两只干部各拢到，农产品啊客足济，492。诶，老母是毕包啊近亲，我育种诶，我祖父。伊的地主2009年1283高雄中正单位五官综合8顶，专会96只。我的祖父地主2012年87、85、6台南冠城单位机关综合3顶，专会91只。阁是东北基隆7地方冠城综合3顶，作出2015年432920创造者单位综合冠军、专准总冠军。讲至目前，高雄五官综合冠军可能3冠、4冠、5冠。保持冠军甲一只，全准总冠军，再来作出2017年268610创造者下季五冠综合12顶，所以讲这零鸟春夏冬拢会飞。这只我的祖母是啊特别介绍，这只鸟母是我独来上好的一只鸟母，会使讲是一只超级鸟母。伊的子群五冠为归还，全准总冠军拢飞过，伊的子孙飞过冠军的超过6只。这只鸟的顶代遗传也非常的好，所以这只值得收藏。我直接超级精工。这只是2016866624，属于中小型的鸟儿。这只是我抓在甲社长骗社长讲，这只无轮流，一定爱抓出来，袂使拿。是因为社长讲一句话，所以讲不得已我才抓出来。这只的老板2012年1575775做出的地主，2015年3756113高雄创造者下季综合16顶，专会到26只。这只综合16顶做出2017年177306高雄创造者春季五冠综合16顶。这只2015年综合16顶，又阁作出2017年268610高雄创造者下季五冠综合12顶，866624。这只是2015年3756113创造者综合16顶的亲小妹。624的老爸1575775作出地主2017年315913麻豆中心单位综合3顶，专会到20只。624的老爸兄弟姊妹伫我遮入相有够多，这零伫我遮是算一零超级的故事，这零鸟足值得饲。866624，伊的老母2010年160311，本身就是入相高雄中正单位五冠综合冠军，迄只千金小姐的亲小妹，伊的大姐。2010年243311，这只那是千金小姐的亲小妹。配这只1575775作出2017年315913麻豆中英单位综合3顶。这两个鸟单边是100趴的装饰歌戏，好评就是白蚁杀手高桑杰树的歌戏。这两鸟南海北海拢非常的发挥。本身这只624不是讲血统好尔，本身鸟啊个子也非常的好，是一只足优秀的鸟母。我会钓人，我相信应该会较赚真侪钱。将军作霸地，刀骨准刀做修造了作水，肩仔骨大半各有弹性，肌肉弹度也非常的好。